小小里大大故事，熊睡力带你去挖掘高雄市每个里的特色点滴。大家好，我是雅欣，欢迎收看熊睡力。今天节目中很开心能够邀请到苓雅区福仁里的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里长。雅欣好，我是福仁里里长曾正国，谢谢。欢迎里长。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慈济福仁里关怀据点的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队长。雅欣好，我是慈济志工徐博胜。欢迎队长。那在跟两位好好聊聊之前，我们先来一起了解福仁里的小档案。是，其实从小档案当中可以发现到我们苓雅区的福仁里就是跟上苓雅国际街头艺术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里长那个时候就是把巷弄彩绘成就是外国人都可以来打卡的景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跟着里长的脚步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彩绘巷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欣，今天来到是苓雅区的福仁里。有没有看到背后这一间干妈店十分的特别？因为它呢外墙彩绘上缤纷可爱又很活泼的图案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图案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到福仁里的里长夫人来为我们做介绍。里长夫人好。你好，我们福仁里原本是旧部落哈，那非常的脏乱啊，经过那个福仁里里长曾正国哈、做一届里长后，把那个马路啊，还有那个种一些花草，显得非常的漂亮啊，看起来就不像那么旧的部落，那很脏很乱，所以经过那个曾正国里长美化以后。种些花草，还有我们那个房子啊，还有前面这边，还有你办公处，经过那个跟里长跟那个区公所那个区长申请彩绘，所以哈、变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而且听说我们这样子活化整个社区之后，我们的里民的反应是不是也非常好？对。所以他做了一届以后，大家公认他哦，做全马路都非常的好，还有那个社区也很漂亮，那个清洁，还有每次都带领长哈、一起就是打扫全里，所以大家公认他，所以让他又继续当选那个里长。是，可以看得出来里长真的是非常用心在整理社区哦，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火花社区的好典范。那里长夫人就带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这一个干妈点的彩绘有多么的可爱，好不好？好，里长夫人，我们背后走。是，从影片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到我们巷弄真的变得很缤纷，很有活泼的感觉，所以就想先请里长来帮我们介绍看看，当初怎么会想到把巷弄跟街头艺术节做一个这样子的结合，契机是什么？当初在103年刚好是七报之后，我们福仁里啊马路啦、巷道都很破旧不堪啊，我就在想说啊，看可以不可以在我们那边画个那个请杨那个理事长来这里画一下啊，然后看到那个艺术很漂亮，我就叫他说帮我们画个比较活泼生动的景象啊，他就开始帮我们画花草树木，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它使得福仁里亮起来了。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街头艺术节他们当时邀请了许多各国的艺术家，所以我们像我们福仁里彩绘的这些艺术家是来自哪些国家？我们是来自台湾第一所教育的杨主任先生，他画得非常生动漂亮。
那当初比如说那位杨教授来这边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怎么把辅仁里跟彩绘做一个结合？有，他看到我们那一边有新手队，有小青幼稚园，又有 一家干妈店，他就想了想了之后，他看看树木啦或是花草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他就先拍照让我看看，说嗯真的是不错，他就开始规划。所以当初大概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设计？花了差不多3天设计，他花了7天，刚好10天就完成了。那当中就是那个过程，里长跟李明有没有一起参与其中？有，我们就调整那个色彩，然后给那个艺术家，然后他们请了高空吊车来一起画，大家非常高兴。这样子有了新的彩绘之后，其实应该一般的巷弄可能就是会比较老旧一点，但是现在有了新的彩绘，应该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是不是？其实李明也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对，李明看到啊，非常的高兴。他们说看可以不可以在我们那个巷弄继续画下去。我说只要有经费哦，就可以一起画。是，所以经费还是重点。那李长，我们可不可以来细部聊一下？比如说我们彩绘里面大概有，您有提到说巡守队外面，然后还有我们的干妈店，然后还有我们巷弄外面的那些就是墙壁嘛。那我们来细部聊一下，他们大概有哪些图案？图案有很生动的那个植物啦、花草树木，还有一些奇奇怪怪哈的花草。奇奇怪怪的花草指的是什么样子的花草？就像我们家有个太阳花啦、或是什么草啊，或一大堆的。他们艺术家哈在画都不一样啊，是啊，但是我们外人看起来哈都不太一样。啊，很漂亮啊，很漂亮。但是其实那些奇奇怪怪的花草，在艺术家眼里，它就是一幅艺术嘛。对。而且它其实就是最平凡的花草，但是把它呈现在彩绘墙上就不一样了。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巷弄当中，就是在那个转角处就有一间干妈店。干妈店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是比较怀旧的元素嘛，但是就在它的外墙有彩绘跟创新元素结合之后，也成为那个新亮点，对不对？对。那个干妈店哈，它已经有50几年了啦，是很老旧啊。我就想一想，就说跟区长陈区长哈提议说，可以不可以在我们那一边哈划成一条巷道出来？但是隔壁那一间干妈店哈，他就说他们不要画，所以就缺少那个，没有说很漂亮。直到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就快点能把那个马路弄平，这样增色它的漂亮亮度。是，所以其实在彩绘过程当中，里长也有想办法就是实时路平，对不 对？本来里面可能路是比较不平的，对，以前是那个古早的路都是石头路，很不方便，然后又巷道又很小啊，我就想到说啊，可以不可以把那一些绿化？啊，所以我就种开垦一个小公园，啊，然后就把路弄宽，啊，很好走又很漂亮。是因为像我们里内其实好像是没有公园这么大一个绿地空间，但是里长就想办法就是把小小的空间，可能转角处啊也规划了一些绿地，对不对？对。对，那像是就像三角公园。然后种一些很漂亮的树，啊，晚上又很香。是，而且李明这样子种的时候，其实有了彩绘，然后又有了绿地，李明其实都觉得很开心，就吸引了好多外国人来这里打卡。对，像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干妈店，是不是也意外成为了外国人很喜欢的打卡景点？对，是。你想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碰过外国人？有，啊，有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了。啊，彼此哈语言也不通，他们就很赞。
这样。是算是一个隐藏版的打卡亮点呐、啊。那其实像是我们彩绘呀、啊，然后还有绿美化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国际街头艺术节要持续进行，未来里长还有没有想说要持续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结合？有，我们就在我们186巷、178巷那里，整条街道把它画成很漂亮。然后跟那个国际街头艺术在差不多7、8月那时候展开，我们就可以配合所有的人或是表演者都来看，是非常漂亮的。是，所以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今年7、8月就又有新的打卡景点可以去介绍一下。对对，里长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打卡、啊、欢迎大家来。是，那除了彩绘之外，其实我们福仁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关怀据点是跟慈济所合作的。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子合作契机？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欣，今天来到是福仁里的活动中心。有没有看到后面长辈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们今天要做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也十分有趣的捏面人传统技艺哟。怎么会看到失传已久捏面人传统技艺呢？我们现在就请到捏面人课的老师来我们做介绍。曾老师好。大家好。那那个我会想要做这个活动，是因为就是可以帮助长辈们，就是可以换回儿时的记忆，还有再加上可以帮助他们愿意出来多走走，愿意动手做这些东西，然后这样子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健康。然后我的教学方式就是我会利用我会可能会进就是走下台下，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就是大家这样一起教。对，然后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都可以知道就是大家的就是表现是怎么样子这样子。那老师，我看你手上拿的这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作品？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做的作品就是那个五爪苹果。那个五爪苹果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先将苹果的形状先塑形，塑完形之后，然后在下面有那个五爪的部分也要先塑，然后这样子大致上的形状都出现了。出现之后还有叶子，还有它的蒂再加上去，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苹果了。所以它完成之后，它会是一个装饰品，还是它是有实质用途？通常就是这是捏面人，所以我们就是之前是其实是可以食用的。那我们现在是想要让它保存的更久一点，所以你们会加一些盐，加一些盐巴，然后来做防腐的效果。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保存的更久。那因为这个材料是就是怕干，怕就是它会很快的干，会那个剥裂。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袋子来装起来，之后大致静置大概7到10天，再把袋子拿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就是保存这样子。了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堂课程。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老师带我们一起去看看他都怎么教阿公阿嬷做捏面人。那老师我们走。其实可以发现到我们关怀据点的长辈都非常的活泼，而且也非常乐在其中。那我们首先就先想先请里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契机跟想法，想要跟我们慈济合作。当初这个想法就是说林雅区公所有讲说要一个关怀据点老人公餐啊，我就想到说哎，慈济也不错，我们就来跟慈济结合，就找他们的志工来，然后一起讨论。讨论的结果，我们就说我们福仁里就出人力跟那个活动中心，然后由慈济来规划那个上课啊，跟那个公餐啊，慈济一口气就答应了。我们就从105年就开始做到现在了。是，所以就展开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合作啦。对对 对, 对。是，那队长就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当初这个合作的过程，您是怎么跟我们里长接洽？当初我们有找4、5个里，就是我们福仁里的里长啊，他算是比较积极的，马上去找场地啦，还有
老人啊，哈、哦、啊，还有里面的一些空间都马上找好啊，所以在这个因缘下的时候，我们就跟离了胡人里的合作就变成很愉快，就很快乐就展开。是，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听里长说，我们这个关怀据点最多最多长辈有100多位，怎么会那么多？起先只有20-30位，然后大家哈、哦、都一个包一个说，嗯，不错。现在增加，最正常就是现在差不多50-60几个。啊，起初有的人来看看嘛，啊，别的女的哈、哦、也都要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下说别的礼哈、哦、先不要，只有胡人礼这样，所以说现在控制在60个左右。是，就自己的礼还那么多人，其实算是很难得。想先问问看我们的队长，我们胡人礼关怀据点的课程是怎么样设计的？怎么会吸引那么多的长辈？我们要做这个关怀据点，最主要是把老人都找出来。第一个，他们找出来的时候，哎，都左右邻居大家都认识，就有一个老伴的关系。再来就是我们的课程，第一要让他们有那个预防失智，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失智的老年人哦，人口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课程规划，第一就是用健康操，第二就是做些手工艺品，让他们有活化脑筋。而且让他们来这边呢，都可以很愉快，而且做有成果，让他们可以回去展示给他们的孙子看啊，哇，他就觉得非常有自信。所以他老人来上一次课之后，他觉得很满意，就而且还会呼朋引伴一起过来，这样是就会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而且一个就一个。那刚队长也有介绍到，其实我们桌上这些都是我们长辈做的，很厉害。可不可以一一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那边可以看到有毛巾狗，还有蚱蜢、嗯，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沙漏。哎，对，它其实哦，你看起来很复杂哈、哦，其实当那个讲师哦讲解之后，哎，老人觉得做起来其实蛮简单。这个毛巾只是几个。每港这样凹的就变成一条毛巾狗，而且呢它不复杂、哦啊、所以老人、啊、学起来也很快、啊、就做起来也很好看，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好有自信，怎么这么厉害，自己会有这么厉害，这样是虽然很简单，但是却可以从中训练长辈的头脑还有手指的灵活度、嗯、还有像我们可以看到蚱蜢，那个算是比较少见，好像是用绑东西的袋子、哎、对，我们做这个东西哦，除了讲究环保之外哦，其实哦也让哦老人家回忆以前那个用那个草编的那一种，就是现在都市找那个草比较不容易，所以就用这个绑那个纸箱的袋子来代替，这样是，所以边做还可以边回想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很不简单哎。对，那像是我们看到旁边那个七彩的沙漏，算是比较少见的，它当初是怎么样设计的？其实这个是用那个染色的粉啊，然后让它们一样一样去染色啊，然后一层一层堆起来啊，然后染起来后变成像彩虹一样。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然后摆饰起来很好看。今天我们队长也有带来我们节目现场，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安排这一堂课？因为现在应该蛮少看到捏面人这一项传统技艺的。其实哦，这个捏面人这个讲师哦，他是自己找来的，他也看到我们在福人里那边关怀老人啊，做得很不错啊，他就觉得他有这个才艺。他希望能够，为这老人呢带来一些快乐，所以他就自己，很踊跃找我们珍妮师姐说，希望给他拍一节课程。那个讲师他很认真，就来跟我们沟通了2-3次。他说，我说第一个你要简单，很好做，而且即使老人做得不怎么样，你也要，夸赞他们，所以虽然说讲实在有一点说老人筋啊闲，反正你就他即使做起来，而且你要弄得很简单，让他很简单就可以做得很漂亮哦，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他就去想，哎，这个苹果很好，哎，对初学者来做的话，这个苹果很好发挥，所以哦，他就第一堂课他先选择苹果，啊，以后再慢慢教更复杂。也有些阿嬷他觉得学这个很好，就利用暑假或寒假就带他们的孙子一起来学习，这样是算是一个很好的老幼共学的活动。理想当天有参与其中，您觉得做这个捏面是头一次做吗？我在庙口哦，每次要上课的时候，就到庙口，庙口就有一个老伯伯在那里哈、哦、做捏面人，要卖人家的，但是他们的材料哈、哦、是用面粉跟地瓜做，做完哈、哦。他做了一只鱼啊，或是一条鱼，或是动物，或是人，然后就可以吃。啊，我想一想说啊，现在捏面人他是以土来做，所以以后我看可不可以建议说弄那个面粉啊，做完哈、哦，欣赏完又可以吃掉，最好可以两用这样子。我们队长笑得很开心，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嗯，这个是。欸、最实际的啊啊！虽然这个哈、喔，因为他设计哦，是说哎、欸，他带回去有铅笔，啊，阿嬷可以带回去送给孙子，因为这个苹果晾干的时候，它会固定成型，这样哦、喔、啊，让孙子也可以用这个铅笔写字，这样对，没错，而且这个铅笔刚刚好是给小孙子，这样他不用多买铅笔，就直接用这个，然后又是阿嬷的心意，阿公阿嬷的心意。是，那其实我们来到关怀据点，不论是关怀据点长辈，或是生活在福仁里的银发族，他们其实都非常开心能够见到社区有这样一个活化，还有我们关怀据点多元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福仁里的长辈的心声。大家好，我是里面的志工，会当来这服务足好的，有够好的，啊，感谢李长有这个，给我这个机会来有这服务。大家好，我这现在社区弄得很好势啦，很清气性的啦，啊，还买买拜拜时来这很快乐的啦，安怎好，很好的就对啦。你好，啊，我这福仁里吼的李长吼做了真好，啊，佮予这里面吼大家足满意的，啊，做了真清气，啊，真舒适，啊，一挂老人拢来这在运动，啊，在开讲，啊。做体操啦，做什么吼，大家拢足快乐的。你好，那个我是教，这是教捏面人课程的老师，嘿，那我是想说，想借由这捏面人这项传统技艺吼，那可以帮助就是老一辈的长辈，可以可以换回儿时记忆，嘿，然后也对于就是他们的手指，嘿，可以有更多的运用，然后可以有。诶，预防老人可能一些疾病之类的。咱这福仁里吼，诶，阮里长拢安尼，逐摆甲阮介绍，每摆是阮主席拢大家来遮，大家拢老人啊，活到安尼足快乐就对安尼啦。啊，阮这社区环境，阮这里长拢足有迄个，嘛拢建设甲足好安尼啦，足干净就对安尼啦。啊，阮遮就是每拜四，大家都期待遮，拢来遮安尼在迄落安尼快乐，安尼就防止袂讲老人安尼直直迄落安尼就对安尼。是我们从影片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很多长辈都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社区，让他们生活在这边很快乐。所以想先来听听看我们队长的想法，之后在关怀据点课程设计上面，我们想说要引入什么样子更多元的课程？我们引入的课程哦，除了这些传统技艺啦，还有画画啦，还有书法啦，哎，还有那个一些，比如说像。哎，那个很简单的一字画那种，哦，它其实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多元，而且我们的讲师现在开始做起来哦，好像名声越来越大，会有讲师都哎自动来要来跟老人家结一份好的缘这样，哎，所以这是也是托里长的福啦，哎，所以说哎讲师这一部分哦应该是。越来阵容会越庞大，课也
课程会越来越多元，这样是讲师部分阵容会越来越坚强。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看里长未来有没有期盼在社区上面多做什么样子的改造？以后哈，我们社区要多元化，也有请小朋友来听故事，也可以我们端午节有包粽子，然后跟大家联欢晚会唱歌，我们今年就有办。啊，然后中秋节啦，或是元旦啦，还是春节都做了很多的节目啊，然后我会把那个礼哈弄得更漂亮一点，是我最主要的心。是，所以就很期待未来我们的辅仁里在我们的里长跟我们慈济的合作之下，可以就是整个社区变得更好，然后长辈也生活得更加快乐。那今天就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你们跟我们分享更多辅仁里将来的改变，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